在这里玩了，然后他热心的招待我们，然后做了一些土特产给我们吃。这弹的就弹的我不会弹了。你也是左手，人家都说左手切菜的人就是聪明。讲啊，过来了，走了。你要不带个红？我哪里不服？我应该带个红绳子是吧？家里就这四个人的话，也差不多就这么多菜。我那大女儿她，反正每舅再回来一天两天嘛。这卤鸭肉特别好吃，这个鸭肉它有一点那个嚼劲，反正很干。今天中午在这里，徐大哥也是非常麻烦他们，他做了这么多菜，而且他们住的这个环境都是非常原生态的，自己种的青菜还有一些鸡鸭，在这个大山里面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